我们在等待的时候，全部都是东西对象，哈，东西对象。那等一下礼完佛，礼完佛之后，众位法子，你们全部都是以合掌，除非说你手上有端着法或者是花，不然全部都是以合掌的。行进当中什么，全部都是以合掌，跪着也是合掌，哈。那今天跟昨天的原理有一点不同，昨天有谈到礼佛三拜，那现在就是说，我前面的偈念完之后，我会说诸法子众收摄身心，随引礼是礼佛出班，好，引请禅师，我讲完引请禅师，那就请卢禅师，好，就是引礼，就是引礼三拜。问讯对不对，然后就拜下来三拜，三拜完之后问讯，然后分班，你才开始迎亲啊，那个香灯会给你，香灯要记得他拜完三拜，你那个就要端来给好，他要他们三拜完之后分班了，你就给他，然后各位法子就端起你们的花，好，端起你们旁边的花，好，然后他就迎亲和尚就转身问讯，你们的花就拿上，不是不用拜，你们的花直接拿上，就是献花，等于说现在的花就代表你的香，好，然后就出班，就依序的这样出去，这样 OK， 好。所以是等一下去捻完香，去献花，捻香回来之后，就照一二三四。这样排，你没有变，你就没有变，你的位置没有变，那你就来这里，你要到那里去，好，对，就是照这样顺序。那他们也没有变，好，就是你们这几个动一下而已。去捻香回来，好，这个时候才有动嘛。然后回来之后，卢禅师就在这里，好，就这样子，好 ，OK。那我从这钻进去，别那么委屈。师父上来的时候，有谁会智慧一下？常坤，常坤来这边。如果师父上来的时候，智慧一下，大师父啊，在哪里 ？OK OK。放前面，那等一下问讯完之后，你们就把它拿起来捧在手上。那中间的灯没有开啊，你端这个，你可以不用拿它。
你回来的时候要出来两下再捧他。归到这里，你们等一下来这边献香的时候都先献花放着，然后再捻香。大众请起立，大众请起立，请合掌。师觉真人由来一本，看化参禅顿悟自性，谆谆教诲龙象任重，意意传承匹正中锋。良辰时至，百丈山例行禅事，临济宗第四十三世，朝洞宗第四十九世，2021年传法盛典现在开始。皆法法子众等，收摄身心，随引理师礼佛出班，迎请禅师。分班，不用不用，那个不用。随我迎亲和尚，向上问讯。
至诚顶礼师父三拜。问讯，分班长贵，长贵，合掌，弟子众等，至诚恳请师父为吾等传法。教奉行，至诚顶礼师父三拜。西礼分班，摩先行，钟鼓齐鸣，thank you.
Oh!
拜。庆生至诚顶礼师父三拜。问请参跪，恭请师父宣法卷。年纪正宗第四十二式慧眠定通，今赴正法演藏，以诸位门徒，首先要跟各位谈到的年纪宗是临济义宣将四面云污灭后不得灭却污正法眼障，三圣慧然乃义寇赢得虾女灭法名，一直传承到阳起方会，创阳起宗，先后临济几济阳起，到了圆悟寇群，出了大会中高，只看化。阳起比依接引学人，殆尽用之。大会中高，转正法眼藏，采集之家。自谓但有正知正见，可以令人悟入者，皆说之微妙法门，进入正法眼藏宜哉。夫求法夺法者，不可以先求，不可以先求，会从佛夺，会从法夺，会从生得，亦无所求，亦无所得，是为正求，是为正得，本来面目，善恶不失，恒沙功德，圆住具足，恭维我本师释迦如来。昔日灵山会上莲花示众，三界蒙挫，为迦叶尊者破眼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郊外别传，付诸一日。迦叶为禅家第一代子，由是心心相印，登登相续。28，亦有至菩提达摩大师，年约西天47。达摩航海远来，作汉地出子，属以少林面壁九人，法传慧口大师，口传僧璨大师，璨传道信大师，
信传弘忍大师，慧能大师继之，少林以来凡六力，世称东土二山，能传南岳淮让，让传马子道一，一传百丈淮海，海传黄破西印，运传临济义宣，为临济正宗实质。今天第42世愚者慧能定通，今将持正法圆藏护持入世弟子。如唱法名慧宗，如净慧见，如点慧染，如广慧任，如济慧运，如赞慧谦，明心慧骨，如日慧顶，如序慧生，为临济正宗第43世法师。贺望纯见听乌济曰：师姐坚忍，由来一本，看化参禅，顿悟自性，纯纯教诲，龙象任重，意义是传承，悲震中风。百丈山例行禅寺，开山会门。公元2021年9月14日。接着今天也一样要传授曹洞宗法脉以知玄德。曹洞正宗第48世慧门护法，复微妙法门以诸位门徒，洞山良界幼岁从师练心经，自无眼而等，敷面敷面面面面问：莫有眼等，何故眼无？师骇然。朝山本基，结界界问明，基曰本基，界念更道曰不明本基，界弃之。眼等六根，乃内六日，患了无碍，其为外境，日心之美。再者老子言明，可明非常明。具见周表一时，空有并存，正法眼藏，此之谓也。微妙法门，以是乎赞。天童正觉，唱莫照，流洪余韵。张开朝洞，至今不歇。在东影永平道人，迎州朝洞石子，着正华眼藏，破虚公案，俱以之必其正华眼藏，方当微妙法门者也。洞山良界传朝山本纪，同为朝洞正宗实质。今日第48世愚者慧能护法，今将持微妙法门护持入世弟子。如灿腾开，如净腾讯，如点腾运，如广腾举，如济腾济，如赞腾解，明心腾剖，如日腾显，如序腾盛，为朝洞正宗第49世法师。贺望纯见听乌济曰：万象始偏，无物为正，默然参照，力皆正盛，
纯纯是悔，龙象任重，意义传承，悲见总红。百丈山例行禅寺开山会面，公元2021年9月14日。诸法子至诚顶礼师父，就礼一拜。礼合一拜。合掌。恭请师父复法传一，请传一。我来接。身在解脱佛，无上福天意。奉持如来名，广度诸众生，三灾解脱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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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福天意。奉持如来名，广度诸众生，南无阿伽婆婆萨悉地沙，南无阿伽婆摩诃迦婆婆萨悉地沙，南无阿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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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婆萨
起的僧，众法子请长跪。诸皆法法子一起起立，至诚顶礼和三十九拜，拜下来。礼和一拜。闻讯长跪，诸法之众等，恭请师父开始。今天的护法透具透思的意义，老衲几年前护法已入室弟子三位和尚，眼中方丈、如岸和尚、如木和尚三位，经过了几年，都是传授于其他道场的和尚。我经过了这么多年，今天才又传授给本道场的常住众。
尤其在疫情严重的情况下，我们该用非常简单但是却非常隆重，因为今天虽然没有信众的观礼，但却有诸佛菩萨的见证，龙天护法的护持，我让诸位门徒能够在这清净庄严的氛围里来承接临济朝洞的法脉，承接法脉虽然也是一种荣誉，但是实质上却是赋予各位更重的责任。我希望诸位能够承担起禅宗法门的修行及推展，虽说是容易，其实是一个责任。那诸位参禅也有多人，所以对禅宗的法门都有相当的认识跟修为。所以各位一定会知道禅宗分为各家做各派，但是他的法门其实是不分的，无论是临济朝洞归阳云门法门等等，都是必须融会贯通。最后还是要再叮咛各位要承担起禅宗的法门能够普及天下。诸法子，一起起立。至尊顶礼和尚三拜。一拜，文殊回向，
传法何以椅子吗？啊，折叠的。
一张 ，OK OK。一、二、三、四，对，站在这边，站这边，四，对，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再侧一，再侧一点。佛事圆满，大众以热烈的掌声欢喜赞叹。我们今天传法大典到此圆满吉祥，我们大众以至诚感恩的心恭送师父回了。
大众以热烈的掌声欢喜赞叹今天的殊胜的传法大典。修得好，假定不懂得敬语啊，那好处啊，那再怎么禅都禅不好啊。所以这个意性给我们最好的，带来的警惕，那就是敬语。另外哈，我看你们在大衣啦，还有这个念珠啦、冷香。不大会哈，我要跟你们讲一下，你们在念香的时候哈，这边啊。